起火，火势一路延烧到隔壁栋，二楼窗口浓烟直窜。李姓一消忙着布水线灌救，但这一幕却成了最后身影。几分钟后，现场传出救命声，李姓一消被发现困在延烧栋二楼，消防弟兄驾驴梯抢救。民宅屋主见状，急得跪地祈求，希望人平安无事。但一消被发现时已经失去生命迹象，送医抢救两小时，仍回天乏术。杂物相当多了，所有浓烟忽然窜出哦，导致那个水线的人员哦，有其中一名一消兄弟，他因为撤退来不及哦，那可能在整个黑暗当中迷踪方向，所以导致受困火场。屏东新园乡这栋三层楼透天厝，顶楼加盖的铁皮违建，疑似电线走火，导致救火一消不幸殉职。一消丧命，屋主一家人难掩自责，承诺会到灵堂致意。但最近顶楼违建频传失火害命，这次一消也成了罹难者。违建状况不改善，恐怕类似意外很难杜绝。记者张春华、蔡双吉屏东报道。